年来啊，公安机关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，这个加大与世界各国执法部门的合作力度，这个与外国的这个执法部门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机制，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个打击这个跨国犯罪的联合行动，强化我海外利益保护，坚决维护我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这个同时啊，向世界各国也提出了一系列安全治理新理念、新主张，分享法治中国、平安中国建设这个成就经验，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安全治理。啊，我们加强与这个缅甸啊这个警方的合作，打击这个缅北电诈活动。啊，这个通过我们这个有效的执法合作，是吧？这个缅甸警方这个一次性向我们移交了，是吧？白所成等十名这个重大的这个电诈头目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抓获这个缅北涉诈的犯罪嫌疑人啊5万多名。我们又先后啊启动了金三角地区涉我犯罪联合打击整治行动，与老挝、柬埔寨、泰国等这个国家的执法部门开展联合严打跨国犯罪专项行动，严惩啊各类涉我的跨国犯罪。